然后短针加针。接着五针不加不减针，后面是短针加针。最后三针不加不减针，这里加针区一共是15针，下面钩不加针区。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圆加针区，方法一样，三针不加不减针。短针加针，五针不加不减针。然后短针加针。剩下两针不加不减针，加上开始的短针，一共15针。钩完再记号扣位置引拔。第六圈就完成了。第七圈。不加不减到半圆加针区，到了加针区，这里先钩6针，不加不减针。接着短针加针，然后一针不加不减针，后面是短针加针。最后6针不加不减针。
这里加针区一共是17针。继续往下勾不加针区。到了半圆加针区，方法一样，六针不加不减针。然后短针加针，一针不加不减针。接着短针加针，剩下五针不加不减针。加上开始的短针，一共17针。勾完再记号扣位置引拔。第七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勾第八圈，不加不减到半圆加针区。到了加针区，先勾三针不加不减针。然后短针加针。接着两针不加针区，接着两针不加不减针，然后短针加针，往后三针不加不减针。接着短针加针，两针不加不减针，最后短针加针。剩下三针不加不减针，这里加针区一共是21针，往下勾不加针区。到了半圆加针区，也是三针不加不减针。
然后短针加针。接着两针不加不减针。短针加针。往后三针不加不减针。再一针短针加针。两针不加不减针。短针加针，剩下两针不加不减针，加上开始的短针，一共21针，勾完在7号扣位置引拔。第八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勾9到10圈，这两圈都是不加不减的勾短针。勾的过程中，起立针的短针位置同样用记号扣做标记。其他的记号扣可以取下。我们把这两圈勾完。完成后，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结束。因为下面还需要勾包的侧身，这里不需要断线。大家看，这就是包底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包侧身的编织方法。先来看侧身的格子图。侧身都是由不加不减的条纹针组成，接着包底的线头，一圈一圈的往上勾。因为小鹿的花纹颜色和包的主色不同，所以勾的过程中需要换线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侧身第一圈的编织方法。先立一针锁针，在同一个洞眼里面勾一针短针。扣一个记号扣标记，往下继续勾四针短针，加上起立针的短针，一共是5针。开始第二针，第三针。第四针，到第五针位置，在这个部分换线。如果后面遇到主色线不够的情况，接线的方法和换线是一样的。先将线勾出来，这时钩针上是两个线圈，也就是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拿起需要换的线。直接绕线，穿过钩针上的两个线圈，稍微拉紧线头。在第六针上，我们用换的线勾一针短针，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。
顺着织物的纹理缠进去。第七针也是换色部分，再勾一针。由于后面一针是包的主色，这里需要勾短针的未完成针。将线勾出来，再拿起包主色的颜色，穿过钩针上的两个线圈。这就是短针换线的方法，规律是遇到下一针需要换色的时候，前一针是勾短针的未完成针。换线的线头始终放在钩针的上方，顺着织物的纹理缠进去，一直到换色结束，换的两根线始终不剪断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勾。勾完小鹿这一面的换色部分，用包的主色继续往下勾不加不减的条纹针，一直到另一面小鹿花纹的换色部分。换色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后面的部分我就不再演示了。勾完一圈，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结束。往下的部分大家可以参照图纸上的针数来编织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来学习提手的编织方法。先来看图纸。提手部分是接着包的侧身往上勾，按绕圈的形式编织，一共五圈，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和短针的条纹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具体的针数参照图纸。先来标记提手的位置，找到之前引拔针的位置，往左数四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，在这一针上扣记号扣。接着往下数到图纸上对应的针数。然后在对应的针数上扣记号扣。这两个记号扣之间就是提手的位置。重新拿起线头，在第一个记号扣位置，挑半个辫子，将线勾出来。这一针算作一针锁针，往下继续勾剩下的针数。锁针的针数和记号扣之间间隔的针数是一样，相对应的。然后在记号扣前一针位置引拔，勾一针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断线，拉紧线头，
另一边的提手也是同样的方法，用记号扣标记好位置，然后勾锁针。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提手的位置和小鹿花纹是对应的。锁针部分勾完，现在开始勾短针，找到包侧身引拔针的位置。先立一针锁针，做起立针，然后在同一个位置勾短针的条纹针。记号扣取下做标记。后面正常的勾短针的条纹针。到提手锁针的位置，挑起外侧辫子，挑起外侧辫子和里衫。里衫就是 V 字形辫子的背面，中间过渡的这一根线，把这两根线同时挑起。勾短针，把提手部分勾完。到了提手结束的地方，在记号扣位置挑半个辫子，勾短针的条纹针。后面都是勾不加不减的短针条纹针，一直到另一个提手位置。提手还需要勾四圈。都是不加不减的勾条纹针，勾完在记号扣位置引拔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整个包完成后的效果。勾完的包会有一条收针形成的纹理，这是正常。